P3 没有，你这宝器券呢？那就死一个，死俩，死三。你回去了，那天坑拿着，我去看一下天坑。拿着拿着，马上来。来看一下天坑。没车。没车。没偷到车。我下房去吧。不用了。不用了，我下房去。没，接听在我们左边了。追防 K 吧，追防 K 吧。嗯，你留房去追过我吧。我留房去看屁股了。行，有我把吗了？有我把吗了？有多我把？准备可以看，准备可以看。接着回去分呀，来选题。我给你多写一个，你过来过来。互相是啥？互相是啥？战壕你们看到的东西没？你操，没没看。你要下来下个房，哎，怎么的？我踩到坑了。两个人就够了呀。我走了，我们自己再圈内下一个。战壕也没人。战壕也没人。我下房去帅，你不过来。帅跟阿姐都行。我们去跟阿姐，坑得留人，坑跟阿姐往左边扩，坑得留啊，坑你留啊，你不是留去，你不是留去，我来补你房去啊，跟我一个去看王渊渊的，看王渊渊的，你们去过吗？你们去过吗？往下面扯一个底兵就行了，八姐扯个底，要去看王渊渊的，谁想的八姐 M 四？我的，我们的。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。哎，点上没人，山上有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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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。有人。应该在这 G 的。GT 的吧。GT 的吧。GT 死完了，是我左边就有个 GT。那应该就 GT。那应该就 GT。他踩的挺开。哎，金钟遇到了吧？京东好像没掉，我看他没掉了，可能京东的，有可能京东的。嗯，等一下圈吧，我们这边没人绕。黄点有了吗？黄点有了吗？黄点没看，没看，你标了干嘛？标了标了干嘛的？标了再看。得去看，去看去看，我们说账号去。小的跟我。嗯。刘也是接听一个没人。T T 只能打了一个 T C。没人。T T 第二个。现在这么踩得很开，王源点那边不开了。开了。前面那个京东的。账号可以不用要了，先点没人。过来的往左分，过来的往左分，过来。我知道。你们加一个，他加你两个吧。我猜一遍，我猜一遍。嗯。嗯。三十秒了吗？三十秒有油吗？我去看三十秒。去二个补房去呗。不舒服了。上面没人。被封锁了。他对面换了。K1 也爆标了。我们一边都没人了。K1 掉一个。金龙打我的一个 K1。我的一个 K1。我对面矿场好像都没人。对面矿场好像都没人。那个脚，蓝点那个脚，蓝点那个脚，看一下 ，OK。
没人。左边的上面有接塔。捡个空投，没人。但对面好像在打架。有很多烟。越是这一个。越是你京东，越是这个。因为已经死完了。TT 爆跑哪去了 ？TT 这往远点那边好像就是他们吧。那边那估计就他们了。那边放在一批。那估计真没人。TC 也没打过架吧？打过打过打过。掉一个。OK。OK。京东爆标了，看到没？没截图了，还没死。京东杀了个 VS。还有马屁打的，应该是打的劲敌。回去。走。嗯。走吧。等缺刷吧。完全现在没人，现在还没进来。过来，现在那个机构回去一下。我基本上我收了。这三十秒可以挂的绿标。不太好，要被矿场直打。被矿场直打。我这边跟个毒啊，炮楼有人，炮楼进人了。我看我这边会不会有人闹，只能踩半分波，只能踩半分波。给他铺个灯。我左边应该就 TC 了吧？嗯。中间大仓封烟了。中间大仓。前方有危险，开启的，他打架，你看有人在闹，嘘，这把一击。大家看吧，看缺活了。这个成绩还没了，再过一局。嗯。回家吧，我再去破过去。那也没过去。破北边是吧？嗯。我可以跟你的。再没东西。下个手机的话后面这个山坡有人，而且前方有危险。这个有了，对，这个蓝点有人。可以埋他。还有圈。也不圈。我操，这圈。在那边拖着没事，阶梯没得圈，卡着他。这圈得沿着我们这边玩。这边麦田待不住，三十秒。我这是底，但是我这可以当底的。对。但是我这是底，两个人走大山。举点吗？对，举点两个。两个辆车。左右唱各一个。嗯。待会儿你直接补到三十秒去，我来挂。他爬到前面去。等他们这里出来再弄死他。太毒死了，毒狼。右边上好像打架，刚放了个烟。我下面炮楼有了，他队友应该，对，三个人的位置都先没有，一个要上来，听到了，我来买，你买他，OK， 听到了，
四个人啊，这都满编的。前方有危险！前方有危险！我挨不到了。那打一下，打了。接过一个。我比枪音，好难呀！车太木也死完了，嗯，还没进，进枪我，进去哪？进枪我了，黄标，赶紧捡我！阿姐换把枪，放，你别丢视野，我等会这个炮得去，你得压这个里边去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就是可以把重心拖过来一个，我可以去。因为这个圈肯定要打三百五，我得拿个车。我过去了，等一下，等我把车挪了。我看了一个。就一个人，红梦梦是吧？那边后面，还有两个人，前方有危险，没事，等下踩中间不可以裸射他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接他们干啥去了？他们，其实你可以先下一下。OK。前方有危险。炮楼是吧？炮楼是吧？你们那补挂一个可以的。你们那边不挂一个。我开着坦一圈去，我再开着去轮一圈玩，不倒，记下倒人去，人说，大三个，大仓一个，平方一个。待会儿有必要的，得贴里边围墙。嗯，嘿嘿。走喽。这一个棍子，这一个棍子。大仓。他屁股那个跑车也冒烟了。他为啥没顶得下去？感觉被顶了，顶了他没路走了。你在顶右边，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。但是，我顶个真没有效，我上个雷。嗯，行吧。地方吧。前方有危险。远点。妈的，看不到，没地图，没不显示。赶紧那边丢一个就好了。我知道，我放吧。那边是平路，如果你非常长，那边是平路，对他过不来的。你去阿姐补阿姐那里补一个。我左边有盲点。那都在下面。那里面摆正的。摆呗。我就不进你的视圈。确定他后面平板有人，确定他后面平板有人。我这边确定，他能过得去，过不去，前方有危险，这厕所有一个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跑到大仓去了。你能敢动车去爱笑？去小酸的，四把枪扫的，对着他扫，我就跟他能过去。这平板去哪个？前方有危险，那平板好像有圈，我没圈，四把枪。
盾跑超了，准备扫，准备扫，准备扫，嗯，准备扫，准备扫，准备扫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快点收位啊，快点收位啊，有空的，大盾跑进去一个，跑回去，哎，跑回去了，火力枪，中车了，火力枪，火力枪，来来，准备扫，准备扫。来去去去，别个单挡去，来你去，直接断，直接断，在大仓里面，对，在大仓里面，对，嗯，中中中中中，天波雷，弟弟，我没有猎雷，爆闪爆闪要闪吗？我就闪我就闪我就闪，在里面吗？在里面吗？里面，里面，全吃了呀，别爆塔，全吃了呀，别爆塔，走。哎、啊，他们把自己闪了，我两刀两，两刀两，牛逼！我操，这兵，我操，这兵，这兵差不多，这兵差不多直接，我就不信你，我就不信你，把这一个闪了。